后面的队友接上来上去射的时候状况没有很好，我也会告诉队友就是没什么，反正射上去就是射开心就对了，调好心态，互相打气，就是这样的态度让台湾射箭女团在本届奥运风光摘下一面铜牌。不过好不容易来到里约，还有一件事非完成不可。比完赛了，放轻松。没有错，要听妈妈的话。台湾射箭女团谭雅婷、雷千莹和林诗佳把握回台前最后一点时间，和男团选手及教练直奔里约耶稣像拍照纪念。这样这样好，这样再低一点，自己找位置，快点自己找位置。和观光客没两样，三位大女还也想跟耶稣像玩自拍，不过想让38公尺高耶稣像一起入镜可没这么简单。三个人瞧了老半天才拍下这难忘的一幕。当然，专业一点的还得像这样躺在地上由下往上拍，最后还得模仿这个动作。所有人张开双臂，摆出耶稣像招牌 pose， 展现私底下可爱的一面。很开心啊，对啊，因为可以近看，因为那时候都是远远的看，看不到。终于看到耶稣像本尊，中华射箭代表团也为里约行画下完美句点，美好回忆加宝贵经验将延续到下届奥运继续拼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